好，可以开始了。欸、没有哎、欸，我是今年的新人啦。好，先甩一下羊毛。怎么还那么多脏啊？这样子。哎，快点，快点。来来来，都装可爱啦，都可爱没屁用啊，就是上海啦。好可怜。杨梅是比较刚弯的啦。刚看人爽，对不对？还要抢拖鞋。过了呀。来啦，闭上眼睛。你刚刚就不打，你刚刚就应该打，你刚刚就突雷，突雷，弄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快一点啊，要两点半，两点，两点，在你面前就有十分钟了，哪里？哦，大家就误差了啦，超级哎、欸！你知道高阳跟你那个蔡跟你怎么打吗？会打我骨头哎、欸！妈的，快点呐、啊！还有一下，快点！你要换脚吗？有，好，好，好，超超，换脚了，然后我了，快点，你打不到我吗？这边会踩到这个点的、欸，就是。哎、欸，我说你太手下留情了。太差了，很痛吧？好痛！好啦好啦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拖鞋就是因为地板凉凉的，这样才舒服。你先踩在地板上。那个还没，谁还没抽的？谁还没有抽到的？